谢谢师傅。哇，这大瓢直接咬。这个爬有。哇哦，快过来让我看看什么样的。这个爬有翻过来，好多的住。哎呀，这色好正啊。谢谢师傅。开着你看。我干了。哇，这女孩都能喝，63度，63度，1000斤，这个得187号大缸，里边有1000斤酒，62.8度，对，你看，都拿矿泉水跑这儿灌酒来，怎么还有那的，简直是翻白眼样。这一缸30万啊，这一缸值30万。我的天啊！那这种酒跟那个二锅头啊，什么衡水老白干有什么区别吗？对，咱们不一样，就是没酒精啊，一点酒精啊，没有，就纯粮食。不一样，人家酿起来，咱们这不是酒糖啊？酒糖它越长，越年头长的越好啊，都是那么回事。这储藏了有。15年以上了，15年以上，18年。哦，那这是跟南方的那个茅台啊，什么那酱香有什么区别啊？咱们这讲究的，咱们这个水好。哎，咱们这山间水好。纯，反正是纯粮食。一个纯高粱，再一个这山泉水。纯高粱，咱们这川渝工的跟人酿啊。啊，都是跟人酿的。个人酿的。哎，对，自己酿的。啊，都是自己酿的。这是一个酒厂，被水淹了。这个酒厂，对，往剩下这几百吨酒。哦，剩了几百吨的鸳鸯酒。啊，这儿高哈，在山洞里边没被水给冲走。没有，这酒叫原浆酒。对，原浆酒。嗯，晚上喝了都喝了。我喝多，你们喝多少？啊，晚上都喝了。哇哦。这你才想看看，你过去看。你脑袋往里搭。这妖精要是一闻酒，这能现原形。哎呦，这也灌一瓶子。走。走。你让我先转转不？他不惯着转了啊，惯着转。我们就琢磨怎么考虑。我琢磨琢磨。啊，就是今天没灯。哎，没灯。那个，我就是在厨房里，他没有服务的。没灯，我跟你说灯不足。对，没有。都跟你说的话，都跟你说的什么？哇，好香！对，你看这都是喝喝出呗。我说真香，嗯。醉了又。拉不了。会喝酒的，喝成那的还是什么样的？谢。不管。哇，好凉哦。哎，热的。这温度，我跟你说吧，这恒温的，恒温的啊，恒温恒湿。到冬天了，真的是暖和的。冬天是暖和的，夏天是凉的。对，啊，这是凉的。嗯。啊，已经偷着喝上了。啊。品尝了，迫不及待。哎，我还没灌完呢。没了吧？又还有啊？怎么拿着呢？老板心疼啊。哎，就是他都知道酒粮的俩这咋煮啊，就是你看煮的多东西。对，外边一个锅20吨，两个锅啊，挑马鱼，要不见这也不下铁上鱼，我们不会灌酒吧。嗯，冲锋锅就真没有呀。嗯，那酒自饮酒，你算算多钱啊。咱们挑好了的，这是这个小火车道，对，它的这个对藏酒洞的边上，你看老爷子立刻大锁给锁上了，一般人不能来，对，价值连城，价值这一罐能卖多少钱呢？这一罐啊，你就算吧，啊，我说我简单一点啊，这一罐是1000斤，咱们少出一。这是1斤300，1000斤，你说多少钱？1斤300。啊，1000斤。啊，里边有多少罐子呢？一共多少坛子呢？
四百坛子，四百三十多个，430多个啊啊，那你得看好了啊啊，那不让进，不让进，嗯，它里边有监控啊，咱们这儿有啊。这个小火车是观光的，对，你也不是景区，哦，如果这个上这来看咱们这个这一个泉水我是冒水，哦，要不你看两眼就行，啊，行，你看这我是泛水，行，走，远吗？不远，都在，都这边。哦，这是该火车站，嗯，咱都下车专门上这。啊，看这个泉水。哦，专门哦，专门看这泉水有一站。哎，对，我就发现，咱们这什么的，都是这个水好。啊啊。当地的。啊，这水就是太行山上下来的，还是燕山下来的？不是从哪下来的？我真知不道，知不到啊，知不到。对。啊。特有的。哦，这有。这是我们那边。哦，野三坡酒，就这个火车站就是酒厂修的。野三坡生态原酒采用世界奇泉鱼骨泉泉水酿造，自古以来水涌翻腾，长流不息，水流量为每秒0.42立方米，其泉水水质清澈，含有14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经国家相关部门检测，符合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。每逢农历谷雨节前后，泉内向外大量喷鱼。哦，它这泉水不仅喷国家一级饮用水，而且往外喷鱼，其原因至今尚未解之谜。此泉水酿造出来的酒醇香丰满，甘润协调，优雅细腻，柔顺绵长。全国酿酒调酒大师赞这样酿造的酒才叫原生态，才是中国白酒的原质。喝，您就是老，您特能喝吧？我不行，您不行，我不行。是不是您不行才让您看酒的，不然别人都偷着喝了。是，我也是不说岁数也大的了啊，喝酒吧，喝多喝点吧，身体不有点不舒服了。对，年轻的时候，年轻喝就喝，年轻时候一直喝。哎，一直喝。那泉呢？还再往上一下。往上就开始看着了。哦，再上去就能看着这泉。上去看着了。嗯，这泉水往外喷。你再往下看，你看着。嗯。能看出它的泛黄都泛水了。嗯。这个自家叫包子流水呢。啊，哦，这个不是河水，是泉水，是吧？我还以为是，我说这个河的水，这河水都是应该从左侧往右侧流。不，是，我刚才进来的。这个离远点，不用，你就往出放过来。啊，哦，就是这眼泉。哎，刚才我还说，我说这条河应该是从左往右流，是吧？从那个太行山往北京流，怎么有一股水是相反方向的？现在我才知道是这个泉水。嗯，嗯，往外冒鱼也是这儿。啊，对，冒鱼是这儿。嗯，热水都是上边也是，从山峰往出流水。哦，这是。啊，嗯啊，从这儿看，你要跟您看。前面就是拒马河的河道。对。今年也发水，去年发特大水，就是河北涿州都被淹了，保雄安，啊，那个，涿州下来的大水主要是拒马河的水，就这个水。你看那儿的这个酒厂的厂房，那有一个钩机正在工作，都是被水给冲毁的，嗯，都是水毁的，啊，嗯。所以，这是你去的一个假山，一个假山都被冲走了，这是假山啊，都冲走了，对，冲走了啊，这不得开始慢慢着，这不恢复啊，恢复弄好，还有旅游的嘛来观光来看，就看这泉水，看这泉水的时候，说你要拍在水里鼓一前后，它往出鼓一前后有鱼，什么鱼呢那个是？咱们要说的是那什么一个白条子，不是白条子，鸡瓜子，嗯。红鳟，哦，红鳟鱼，哎，那红鳟鱼是外国引进的，那是这里出鱼，那是不是这把别人的发水鱼给冲下来了？哇，是的，这里我是冒一个鱼，冒这个鱼，红鳟鱼，对，它不是真的，嗯，并不是咱们说说瞎话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有一个狮口鱼，狮口鱼，啊，狮口鱼也好看，它也好吃，哦，也是一种鱼，叫狮口鱼，哎，对，啊，那咱们自己的亲人是吧？